谢谢今天所有来到现场的媒体朋友们，下着倾盆大雨，感谢你的前来。我要在这里非常郑重的跟，我要在这里非常郑重的跟 Grace 还有阿翔以及小朋友们，还有阿翔的家人、爸爸妈妈，非常郑重的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。真的非常的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起。同时，身为一个公众人物，我在社会大众面前做了很不好的示范，那我也要借着这个机会在你们面前跟你们说一声抱歉。在这一段期间内，其实我也浪费了很多社会资源，真的很抱歉，很对不起。同时，我还要跟圈内很多的长辈、前辈们，曾经对我有期待的前辈们说一声抱歉，让你们失望了。那我也谢谢这段期间，在我比较不平静的这几个月间，陪在我身边的朋友们、长辈们、经纪公司还有理事的长官们，谢谢你们没有放弃我。我做错了，我真的做错了，真的很对不起大家。有人说我没有第一时间出来道歉，其实我有道歉。那这两个月的时间我不是逃避，其实这两个月我选择沉默是因为我在沉淀我自己。那这两个月的时间我去了一些，我去了一些地方，然后看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。我经历了一些需要更多爱的地方，那我发现自己所受的伤也只是擦伤而已。所以我决定回来坦然面对一切。我自己做的事，自己做的错事，我会勇于承担。我不奢求大家的原谅跟谅解，但是我还是要很郑重地跟大家说一声抱歉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那谢谢你先请就坐。那今天针对就是整个事件的部分的话，有一些要提问的部分，可以提出一些问题，请你们先提问一下。请问一下，刚刚在你的道歉中，你为什么要跟阿翔道歉？
因为他也同样受到牵连，我觉得我们都付出了代价。好，谢谢。这些都没有那么重要了，我觉得很多事都让它过去。谢谢，请问，不好意思，想请问说，你刚刚想这段时间是真的有在一起，是什么样的关系？我觉得就是超越了友谊的那条线，那我们就是犯了错，然后我真的对 Grace 感到很抱歉，因为我的思虑破坏了原本美满的家庭，那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愧疚以及无比的歉意。好的，谢谢，请问还有吗？你有私下在跟 Grace 道歉吗？其实我有，我不奢求他的原谅，但是我有。那他有接受你的道歉？他接不接受我其实不知道。好，谢谢。还有疑问的部分吗？因为阿翔有说他跟 Grace 都祝福你有美好的归宿，这样，那你接受吗？接受阿翔跟 Grace 的祝福吗？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祝福，这样子。谢谢，请问还有问题吗？我们最后再开放三个问题，谢谢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大集合退出之后，你心情怎么样？知道就是说公司把你做这样的决定，你有没有觉得很后悔？其实我心里是蛮难过的。大集合是我的根，综艺大集合是一个培养我的地方。那我尊重公司这样子的决定。好，来，不好意思，来。我觉得这样子的安排很合理，那我也接受。毕竟我是做错事的人，那我没有办法就是辩驳。这样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因为这边是楼上的是俊周刊，那我们想知道你选在这边办记者会，是不是有那种？像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的一种感觉，这样。选在这边是公司这边的决定，所以谢欣可能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。那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。你跟阿翔的感情应该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，你还会相信爱情吗？我必须要说需要一点时间，但是总是要有希望，这是我了解内心深处的回答。那他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很受伤啊？因为他看起来是没有要好，我肯定他的回答，我觉得他的说法是合理的，嗯，毕竟这样子对大家都好。就算被切割，我觉得他的选择都是对的。那我也祝福他在未来的路上，大家朝着不同的方向一起努力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今天谢谢大家来到这边。问一下，就是不好意思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对不起，请说。现在就是工作没了嘛，那收入上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嗯，
现在就是收入，当然就是是工作没了，但是就是收入是目前是家人在帮忙的阶段，然后当然我也不敢强求之后会不会有工作，但是如果有工作的话，我会很珍惜新的工作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也就是好好的就是看学习或者是朝志工的地方继续沉潜，继续迈进。可以请问一下，这是怎么跟方向还有联系？从事情开始之后就没有再联系了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今天谢谢大家来到这边，谢谢。谢谢。所以你自己其实跟多重关系吗？其实我要很郑重的澄清这一点，我其实妈祖一直是我很虔诚的信仰。那因缘际会的关系，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参加妈祖的绕境，我觉得这是很虔诚的事情，我也很幸运。那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好看的影像就是被看到，其实我一点都不在意那些不好看的相片，我相信妈祖也不会在意这些不好看的照片。那讲说有一些玄之又玄的一些什么新闻或传闻，其实这都不是从我的嘴巴里说出来的，那我觉得这些都子虚乌有。可是因为我今天做错事，所以我没有立场去辩驳。那我觉得这一点让我觉得其实有一点比较难去反驳，那我觉得请大家见谅，因为最近这个消息实在是让我有一点困扰，其实真的就不是这样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边，谢谢哦，谢谢。谢谢。